声磨铁克要猝死。为什么要给人家摇头丸啊？你给他几颗？自己喂他几颗？你们吃了多少毒品？酒精、毒品，害这位花样年华女大生在22岁生日当天猝死在磨铁。前天深夜，她跟林姓国中学长及一群朋友在夜店开庆生趴，学长还买了摇头丸助兴。他一连喝了4种混酒，狂饮庆生。凌晨4点左右，跟学长到摩铁开房间，躺在床上亲热爱抚，发生性关系。林姓学长还拿出摇头丸，你一颗，我一颗。没想到学长觉得头晕发抖，他立刻打电话叫朋友送2罐牛奶到摩铁。学长喝下牛奶后，朋友就先离开，两人又在房间内沉沉睡去。到了当天下午4点。学长发现他状况不对，立刻对他进行急救，联络摩铁叫救护车。啊，两人在使用摇头丸之后啊，身体啊都出现不适的状况。是送医之后啊，女大生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。个性非常开朗活泼，因为他在学校没有任何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行为。师长同学听到噩耗，都觉得惊讶万奇，从未听闻他接触毒品。警方所将林姓学长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，并将进一步调查案情。中新闻，毒品不能碰报道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讲，先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